哎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最近天天都有人说我吃的那么多好吃的，你怎么还是这样啊？我不然我不这样我是哪样啊？来，先吃一个美丽的果冻。我的甜甜圈啊，哇，简直太心动了！你们有没有发现它还在漂浮状态当中？完了完了，美颜开太大了，盘子都学会跳舞了，你发现了吗？于是我就呵呵吃不胖喽，做个人吧。啊还有声音，奶油的声音，奶油当当当的声音。来，我们吃个旁边边的，我看我能不能整个人拎起来啊！我下手了啊！我下手了啊！热热的问一句，怎么下手？吐地气，入嘴只能靠自己。哪里？哇，好酥啊！那奶油挂过的好好吃啊！我的杯。妈真香，哎！你看，跟没吃过一样。想不想吃爆浆？跟着我来我家吃爆浆啊！给我儿子端过去了，告诉他这是蛋黄派。